很高兴赶来的同学又来跟大家，说实话啊，今天下午我考虑了一下午，到底给大家演点什么啊。会说由于某种语言上的障碍啊，我说的慢一些，尽量的能够让大家明白啊。舞台之上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一名魔术师。很多人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：作为一名魔术师，你会变钱吗？ 变钱，money，money。我的回答是，会的，会的。啊，咱们在场的很多朋友有点不太相信啊，不相信。接下来呢，我将变钱，money，give you，give you。来，大家鼓掌，哦，thank you。好的，接下来呢。 我将会用到的是这个东西，咱们大家经常用一元，一元，哎 ，yes， 好了，接下来呢，叫做什么呢？来看一下 ，no problem， 哎 ，no problem， yeah， yeah， yes， 好的 ，next， 看好了，对折，对折。 没办法，给几元过来，我都不说，都不说。但是你在这里，有点小小的激动啊！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热情的观众朋友。不用说话，掌声自己就来。啊，想要，就光拜，就光拜。哎，给俺们的这个双面的。大家既然都想要，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，哦，这两位一下，咱们现场的好朋友有没有带钞票来的？ Money 有没有带 money 来的 ？One，变成两张，来 ，come on，come here。来，来 ，come here，welcome，welcome， 来 ，money。 Money.